接下来用什么怪物毒箭了？直接抽，放那边几贼你呀？怎么抽啊？等一下，看你们是厂商是不是？连你都被收买了，500战对不对哈？我先抽干，每多100战对不对哈？我再多买一次，买到我信用卡没有？1000战。让新来观众可能不太熟悉，我们现在马上秀一波怎么样？好，这个我们要让新观众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啊刷卡冲装流，没看过对不对？你应该没看过，没有关系。现在164战，300战，我先灌这两包。垃圾不要买，欸，真的还蛮垃圾，不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300战，等一下，靠背啊，这300战，看我没看到啊，欸，真的还蛮。这箱好像不太划算，到底200万金币对不对？大家按下去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说到做到。你看买一下，这箱真的，我不推。乌拉乌拉奥巴，上次是一条龙跟长城一样长的龙，傻眼。那条龙太长了，对，太长了。不会忽然间妈弄到，然后最后缺一把，你知道？应该不会啊。哎，我操，可以自己点呢、啊。墨菲定律，但往好处想，是这边至少还有3把加8可以。什么啦？看我要直接过了，应该不会不过吧？不过就不好看了哦。来一波七把，我收过去了。来一波七把，七把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来了哦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各位观众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 ，KO！ 无加载，你妈个存一机还无过，还自己开机。嗯，然后为什么会蓝装？那这里卖多少钱？370是不是？嗯，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专业的实况组，我们怎么可能370块掉？身为一个专业的实况组，是不是应该冲加9？要不要400张？我马上把它灌上去。哎，马上400张了，好贵哦！男装没那么好点哦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说百定点不过是不是？最讨厌人家抢，哎，我几把头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。临近杀戮 S10 海姆特四武器的冲装达人，看好了哦，一波 7 刷过去哦，来喽，要有气势，叮，哦了，哦了，哎，啊啊，没了，爆掉了，爆掉了。再会的龙甲，爆了，没有啦，没事啦，我刚预计那祭品啊，接下来用什么怪物图鉴哦？再补怪物图鉴 是？直接抽，放那边几贼你呀？抽的比买的哦，又诀窍了。对，抽的话可能会抽到这些东西，可是买的话不一定买得到的。先抽啊，等一下。看你们是厂商是不是？连你都被收买了？没有啊，干你不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吗？好像是有点道理，说实在话。那、啊、去哪里抽？这个、哦、你们就要几抽？200，比4000抽了。什么叫 max 啊？抽到干！来啦，我这个人很简单，500战对不对哈？我先抽干，500战我先他那边抽干，每多100战对不对？再多买一次，买到我信用卡没有？我让你他妈把我卡刷爆，有种打我！我敢打在哪里？好肿哦！你刚才很想对不对？有种你打我！我脸红红吗？没有了，我还 OK 啦。不是，通常是明天才会肿。你怎么嘴巴有流血？有种打我脸啊！600战是不是？再单，来，你灌我车，我来灌我车。来啊，来啊，你来啊！有没有？有没有600？900加码吗？900上，我先把它弄干。
千赞，来，我赶紧赶来来一千赞，你给我搞一千赞，我挂完一千赞，一千赞，妈的，林北那公开我那个刷卡刷卡刷卡，还有。等一下，我卡还没刷，你们不要急啊！冰崩啊，安怎啊？1100，我操！每多100就按一，按那有看到吗？可以了哈，我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按，你不行按 B 型投票。好，看起来是可以开始抽了。确定啊？我们开始抽了。呼啦，哦啦！哎，没有动。K。欸干老师怎么都是烂烂东西啊，都白色的哦。欸 KO!KO! 我觉得这样比较感觉，这样看起来没什么感觉。三个。如果喜欢这一台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。订阅旁边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挑战高桥名人16连击手速消。鸡。我感觉是直接安尼，我感觉嘛无介紧有无？哎 ，KO！KO！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传说呢？这比传说更厉害。他的那个属性有什么？原本是一二三四五，五是最好的。厉不厉害？我先搞完。OK。KO！KO！这很好中吗？搞不好是你运气好啊。哦。哦，他直接帮我锁定哦。哦，锁你你啊！你那个收音调太大了。KO！KO！ 哦！哈超爽的。哎呦，有没有这么爽啊？如果喜欢白金团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旁边的按钮，随时就是白金团的高桥名人16连击手速的消息。还有紫色的怪物吗？欸，应该有吧，我从来没抽过，我也不知道。欸，好像有抽过，欸，但是我好像不知道几包直接干全部都不见了。等一下，金王嘛，那这样划算了，OK 啦，赚，可以，金王，KO，KO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看你够帅的，两子，好爽，哎，那是不是我运气好？欸，我看一下，这种随便一个都超级强。等一下，没有很强哎。哦，我淡定要干嘛？这可以卖，啊，算了，我知道中在卖，是不是？所以应该弄差不多了吧？啊，不行，还没用哎，这是要冲啊！来帮我刷漆，你过去。没了啊？消耗真快，再去买，你还有100多块。我们就是那个号称 YouTube 界只剩9块钻石的男人啦，啊，来吧，来喽！如果喜欢这一台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喜欢订阅旁边的按钮，随时可以刷到百姓挑战高桥名人16连击手速的，注意听啊，就是手速不错，听起来就不错的话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哦。手速消。
要不来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。我是平凡星，我老。